还没下播吗？那咱不能耻辱下播呀，杀一把下了啊，差不多了。这打的太费劲了，杀一把下播，调整状态，明天再重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播到几点？这把打完下播了。你他妈的这把不给你杀吐了，我他妈跟你姓啊，气死了。自闭了没有啊？还好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不想跟这些人抬杠了，直接360天。说实话，封360天也就等于不看我直播了。就我说实话，也不指望这些人看我直播了。直接有360，不跟你多逼逼，抬杠抬不过你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打刀妹，可以的，是个狠人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你在想什么呢？你打我还剩这么多血，你跟我对拼呢你？先推了。这把刀，咱不能练其他英雄。这万一对面玩的太好了，那是不是又输了？这个黑色玫瑰这个区水很深的，好吧。我溜了，回家了。咱们是星期六星期天加班，今天不加班。来个啥呢？来个眼泪吧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是白云区啊，咋了？你要不喜欢看就出去嘛，是不是？这么多直播间供你选择，你要嫌分段低去看那个职业选手啊，是不是？这么多事。再说了，这是我自己的小号，那小号你一开始玩一个号你就是王者，谁的号不是从低打到高啊，对吧？就跟你读书一样，你读书直接上大学啊，你没有读过幼儿园呢、啊、瞧不起那些读幼儿园的人呢、啊、先推了。哟，叫啥呢？无处可藏。溜了，溜了。兰博来了，来了。雨中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我烧他了，哇，差点血，烧他，烧他，伤害差一点，太肉了。从不妥协。是的，不是怼观众，是怼那些不是想来看的人，好吧？观众是什么？是来看的人。有些人他是专门不是来看的，他是来打字的。好吧，你不要对号入座，好吧？骗局了。
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这么厉害！我操，怎么还有个辅助？青钢影五级，打不过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，可以骚扰他。你在还手吗？太可惜了。差钱，差200块，回家铁瓷片。差100块。他们活不长了。你发现你有点嚣张了，有点嚣张了。没有机会了。有点嚣张了。下路难抓，打架了。速战速决吧。翻墙，翻墙。W Q A 死了，漂亮。点子边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有些人他还觉得把那种那个调侃呀，把那种骂人，觉得自己这个叫啥来着？主播你没有我看你凉了，你这样的弹幕少一点，直播间才会更和谐，懂不懂？有些人看直播就是弹幕氛围不好，不想看的，还以为真以为自己还需要这种人，懂不？这塔皮，享受把恶心人当调侃。他六级了，我没打不过，无处可藏。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他为什么血吸得这么快？可以，厉害。我不来不想交这个点了。看来不能小看这个分段了，还是有隐藏的高手的。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我啥炸鱼？这是我自己的号，我炸什么鱼了？这是我自己的号呀。我上分，我难道不打这个号上分了吗？我从不妥协。炸啥鱼了呀？自己的号呀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游走于刀尖之上。他八级了，这波给他拿了个头，不太好打他了。酒桶来了。他们的魔兽将成为我的魔刀使。
不能跟他打，后败出了，有点狠。破败都做了，我操，装备有点好。嗯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可以啊，这个人玩的可以的，可以啊，兄弟，我操，我忍不了你，那你死了！我操，失误了！这个人玩的可以的，咱不能小看他，还行，没事。可以选，再买一个，我来看一下买个啥，长剑。我靠，这个刀妹有点东西啊。嗯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他没大，我也没大，这一波我有点蓝，我可以跟他打一打。这波还是可以打，我有可取战斧，他应该打不过我。我们现在中一层被动，再跟他打，可以。没有机会了。红 buff 也没有，没有溜了。回家补一下状态，咱这一波没有点燃，但是我下一步有大，我还是可以跟他打。来一个战锤，可以的。感谢一皇送的一发大火箭呢、啊，谢谢一皇，兄弟们大气走一波。等下买个布甲鞋，先把魔切做了，他们放峡谷先锋，可以。不用慌，没事，我这个符文天赋可以一打五的，不用慌。享受钢铁的滋味。你在还手吗？又是一句阴沟里的事。没了这个游戏结束了，丢了。嗯，感谢一皇，谢谢一皇。买一个魔切，再买个布甲鞋就无敌了。酒桶装备不太好，酒桶装备不太好。嗯，哎，他们已经炸了，至少这个刀妹他肯定打不过我了。嗯，刀妹去下路，直接推线。你有点过分，你有点过分，你有点过分，死了。没死吗？他们活不长了，真是浪费。不掉血了，下路再。待不下。嗯。刀将这女的磨刀石。马上十二级，不用慌。嗯。
哦，护甲鞋可以吗？哎，我操，坏起来了。没事。对面有回复吗？对面好像没有什么回复，这一波看好了啊。他们看到，哎，还要推，那就一打五，一打二。不掉血了，好吧。只有傻瓜先推他，青钢影可能会来。我带个下发育一下，打一波野区的资源。又是一些阴沟的尸体。好，溜了，再带一波。血手多少钱？2700。差400块，杀一个，钱够了。大龙不能丢，小炮一套可以秒。小炮只有8级，我13级了。这里有个眼看到我了，等他先交大。交啥？差钱。拿个河蟹钱够了。黑切那个做了血手做黑切。没有机会了。好。黑切买一个。或者先买黑切还是先买血手，肯定先买血手。还行，我现在已经死不掉了，除非这个被控了，他们控有点多。我这个装备一打五，就问你有没有问题，是不是没有问题？随便上。咱这个装备随便一打五。他现在已经不敢跟我打了。是不是很弱？是不是很弱？三杀，他哪敢上呀？不敢上。这青钢影他妈都偷到家了，这青钢影。我得去上路带线了，家没了，等下。青钢影都13级了。黑切买一个，我从不妥协。黑切，然后再出个死亡之舞，无敌了。推不了塔。又是一个弱点。马上15级。
他们好像是有回复的，买个反甲就行，买个反甲。我不需要做死心阵，我只要肉就行，我越肉越有伤害。黑塔，先征服者刷一波，漂亮，漂亮。哎呀，好闪现，黑切反甲，好无敌了。反甲，他打了我2000点伤害。这太狠了呀，这个有点狠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红颜而献身。辅助立大功，辅助玩的好啊。刀妹11级，翻墙他没闪，那死了呀。装备是吧？啊，是我的最爱。装备是吧？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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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这么快，去一下征服者，他们全死了。好，杀我就对了，杀我就对了，杀我就对了。反甲来着，3700滴血，167的护甲，谁挡得起？全装了一点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可以。